叫郭立贤，原住民名字叫 Hede， 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那时候年轻都不觉得累了，上什么班，上两段班都没关系。啊，他的小孩子也都很有成就，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林志胜嘛，哈，现在在我们的兄弟巷。啊，那得提早祝你母亲节快乐。谢谢。